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5月嘅讲座，我系明光社项目主任吕英华 Joseph。咁今日嘅题目咧叫做咧多媒体网络年代对教养儿童嘅挑战。咁有啲我哋都知道咧，我哋今日网络嘅一个洪流咧，都有好多咧唔同嘅资讯。啊，可能有包括一啲色情啊、暴力啊，甚至咧系欺凌啊，灌输好多唔同，即系可能未必健康嘅价值观俾我哋小朋友啦。咁今日咧，即系好高兴咧邀请到咧梁丽娟博士啦。咁佢系呢一个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嚟嘅，同时咧都系我哋嘅董事啦。咁佢最近都出版咗一本咧叫做《媒体的界限》啊，性与暴力的傳播學研究，咁當然呢本書咧就比較深嘅。咁梁博士咁今日咧就為我哋咧可以好簡述咁樣樣將一啲內容咧抽取出嚟，同我哋咧係有作一啲分享嘅時候，咁我哋就將時間咧交俾梁博士啦。各位大家好啊！咁咧就多谢明光社邀请我能够即系出席呢一个分享啦。咁我其实咧，我以下等讲嘅嘢咧，其实就唔系完全系根据嗰本书嘅，因为首先解释翻咧，本书咧系一本教科书嚟嘅。咁主要写嘅时候，一个对象咧就系、是会读新闻传播或者系对传播学研究咧系有兴趣嘅人士啦。咁所以咧，可能系一啲学生或者一啲对学术研究有兴趣人士。咁所以当中咧系牵涉到较为多咧系学术嘅讨论，咁所以咧未必咧所有学术讨论咧对一般嘅社会大众咧都会有兴趣，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只系抽足有啲嘅部分咧，其实喺书里边都有涉猎到嘅，但系咧就喺唔同嘅章节里边，咁我就尝试咧就将佢综合咗啦，就用一个可能大部分即系有好多特别系家长会比较关心嘅议题。咁咧，我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咧比较集中去讨论喺一个多元化、多元媒体同埋网络嘅年代，对于我哋嘅下一代或者系对而家社会整体咧个改变系啲咩嘢咧？咁同埋如果我哋要教小朋友嘅时候，我哋面对一啲咩挑战咧？咁样嗱，咁咧我首先咧就分享一个画面俾大家先啦。咁咧呢一个咧就系我今日所预备咗嘅题目嚟嘅。就系、是、多媒体网络年代对教养细路仔即系面对嘅挑战。咁其实咧，我过去十几廿年咧，都有好多机会咧，就喺学校啊或者系教会咧，即系都同弟兄姊妹咧去分享翻，就系、是、媒体对年青人啦，或者系对个社会嘅影响嘅。咁其实。咁我最近我都重温翻，其实我有啲系即系20几年前噶啦，即系应该系。2000年之后噶啦嘅一啲嘅资料啦，同埋嗰啲影片啦，咁咧我就发觉其实即系当时讲嘅嘢咧，其实同而家咧个分别唔系咁大嘅，只不过咧个载体咧就由以前可能我哋关心嘅就系嗰啲辨识声嘅报纸杂志或者系电视嘅节目啦，咁咧而家就搬咗去咧即系一个网络嘅年代，咁而网络年代咧有啲特色嘅。咁而佢嘅特色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咧，就系、是、嗱，呢、这个系我等人会分享嘅大约嘅主题啦，就系、是、多媒体网络年代嘅社会特色系啲咩？即系其实我哋系过去喺十几廿年，自从智能手机或者系网络串流成行成市之后咧，其实成个传媒嘅生态有个好大嘅改变。咁而呢啲年代系会塑造我哋每个人咧，即系会有啲嘅习惯嘅改变啦。咁而嗰個特色係啲咩嘢咧？咁我等陣就會嘗試綜合一下啦。咁同埋佢點樣影響咗人際關係同埋家庭關係？咁而如果小朋友，而小朋友我哋即係而家講緊嗰啲小朋友，其實可能到20几歲嘅小朋友咧，佢哋都係喺呢個數碼森林啊，即係所謂嘅網絡森林，就係、是、因為佢哋係原居民嚟嘅。即係我哋呢啲喺20世紀出世嘅人咧，就我哋唔係原居民，因為我哋出世嘅年代係冇呢啲咁嘅數碼嘢嘅。咁直到我哋成年以后，或者我工作以外，先至面对呢一样嘢。咁但系对一啲千禧之后出世，或者系甚至90年代后期出世嘅人咧，本身佢已经系一个原居民。咁佢哋嘅成长会遇到啲咩挑战咧？咁样，咁而家长喺当中有咩角色咧？或者我哋有啲咩可以反省咧？
咁最後咧就有個總結咁樣。咁我唔知即係其實可能所掂嘅議題都係比較闊嘅，咁但係咧希望都可以有少少係叫做拋磚引玉啦。咁希望咧即係可以引起大家嘅討論同埋關注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嘅意見咧，都歡迎大家可以俾翻啲回應啦。咁我可以咧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思考同埋再即係修正嘅。嗱，好啦，咁咧就呢個多媒體網絡年代咧，係一個嘅社會特色係啲咩嘢咧？嗱，咁你見到左邊嗰張圖咧，其實我呢度就列出咗兩個圖畫啦，咁樣。咁左邊嗰張圖咧就係一個個人化。咩叫個人化咧？你發覺嗰張圖，我覺得嗰張圖好有代表性。咁點解咧？就因為咧，即係就算大家去翻團契，舉例嚇，即係一啲嘅群體活動，你諗下你嘅家庭聚會。咁啲家人坐埋一齐嘅时候，一齐去饮茶，一齐去庆祝母亲节啦。举例啊，咁你做紧啲咩嘅咧？系咪大家喺度分享翻，或者系即系讲翻阿妈点对我哋好，或者以前煮啲咩好嘢食啊，俾我哋啊嗰啲咁样。嗱，可能都有嘅，但系咧，可能咧更多嘅时间咧就系大家各自喺自己嘅位度咧，就喺度碌个部手机。特别一啲年青嘅小朋友，佢哋系会机不离手咁样啦吓。咁呢个个人化嘅一个好呢、这个图像，点解咁觉得佢特别？就系嗰个，就算大家系 physically 啊，即系聚埋一齐，佢哋嗰个心咧都唔系喺个人际关系或者嗰种人际关系嘅互动上边，即系人与人之间个交流同埋互动，而系喺嗰个网络世界里边。咁而咧系大家咧系好即系自己即系做自己嘅嘢。咁其实你话呢个系一个即系如果西方嘅讲法咧，就是、一个民主化，即系媒体嘅民主化。咁民主化嘅意思系乜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有条件去经营自己嘅频道，因为其实而家喺无论科技同埋喺即系入门嘅技术上边咧，都好开放，好容易。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你随时都可以开一个乜嘢频道，IG 好，或者系喺一啲社交网站嗰度，你开你嘅个人频道，然之后你就可以讲自己想讲嘅嘢，或者你发现到一啲咩得意嘅嘢，即系你譬如好中意研究园艺嘅，咁你或者系烹调嘅技术嘅咁样，咁你都可以开，咁然之后就好多人去跟你啊，咁样等等嘅嘢，咁所以个个都可以做明星啦，个个咧都可以做主角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嗰种嘅感觉咧系好好嘅，就是、因为咧你觉得自己嗰个自我系好容易膨胀嘅。咁我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喎，就系咧，我都好记得咧，即系喺即系前一个礼拜母亲节嘅时候咧，咁我就有个表弟，咁大家好开心咧，即系去酒楼度食饭啦，咁样，咁啊，大家系一个母亲节嘅节日，咁啊，其实亲戚都沟通得好开心啦，但系唯独咧系一个表弟咧，佢就咧，即系佢就坐咗喺度。仲要戴埋耳机添，喺度碌手机啊，完全系即系哦，饭嚟到啦，咁就佢阿妈就叫佢啊食食啦，咁佢就食几啖，又继续去睇，跟住但系咧，佢父母又好似冇乜一啲嘅即系反对佢咁做啊，觉得啊佢咁啦，细细个细路仔系咁好正常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我见到其实好。觉得好冇礼貌嘅，但系咧我又唔敢出声咁样样，咁啊即系喺呢种情况下咧，其实系咪因为佢哋喺网络上面咧，其实会唔会佢哋觉得即系网络嘅世界，甚至其实会唔会大过即系一啲嘅亲情咧，已经咁样样，即系呢样我想即系我观察出嚟想问嘅问题咯，咁样。其實你呢個問題真係好好啊，因為咧，我其實等陣咧會喺講翻父母嘅角色嗰度咧，有會提一提嘅，即係會有一啲嘅例子咧，俾大家參考下嘅。咁就係其實都好反映到佢哋嗰堆年青人嘅心態，因為佢哋嘅心態咧係佢哋一種嘅即係一種嘅自尊啊，或者係所謂嘅優越感。呢個優越感係屬於佢哋嘅網絡世代，而佢哋覺得你哋系呢啲老一辈嘅人咧，其实系追唔上时代，或者系你哋识乜嘢啊咁样，即系你即系你哋嘅对我对呢啲嘅认知咧，其实系即系好落后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哋会有一种我同你系唔同，然之后你都唔知我喺度教紧乜，我亦都唔会俾你知道我喺度做紧乜嘅一个咁嘅情况咯。咁好啦，咁讲翻就第一，因为咧，即系头先讲个个人化咧，因为大家都唔同啊嘛。
或者大家嘅兴趣又唔同啊嘛。咁咧，因为咧亦都有好多机会，所以而家你发觉咧，即系街头好多人都系举一个手机啦，即系不停喺度影 selfie 啦，所谓啊 selfie，即系有时你都唔明点解要影嘅。譬如我今日喺地铁站咁样，地铁站个入口仲要落雨湿湿咁啦，就大家喺度又担遮又闩遮开遮咁样，但系个地铁站口咧，竟然又有见到一啲人喺度 selfie 喎，即系可能佢哋大家喺度分，即系准备可能拜拜啦咁样，咁但系就要喺度 selfie 下咁样，咁所以你都唔理嗰度个地铁站度都系。逼人定系多人少人定系点样样？总之佢想做嘅时候就去做。咁呢个个人化咧就系呢个一个特色啦。咁但系当然即系 selfie 到一个极端咧，就有啲人就为咗追求即系收视点啊，或者系一个 like 啦，咁咧就去公然犯险啦，即系去一啲好险要嘅地方。即系当然有时会去一啲人能人所不能嘅地方啦。咁亦或者甚至一啲险要将自己摆落个好危险嘅地方咁样。咁所以呢个系网络社。時代嘅社會特色就係個社會係鼓勵每一個人去都係做一個主角，然之後咧就係將自己嗰個自我咧係一無限嘅去放大，因為當你有自己嘅頻道，有人去睇，有人去聽，同埋有一啲嘅追隨者嘅時候咧，咁個個都可以做教主噶啦咁樣。嗱，咁呢一個咧就係個社會嘅特色啦。咁另一個特色就係部落化。咁咩叫部落化咧？部落化咧就係。总之咧，你中意嘅嘢咧，嗱，以往咧，有时你可能中意一啲嘢咧，啲人会谴责你，或者甚至系可能佢道德上有问题嘅，咁咧你会觉得唔好意思，或者你唔敢公然去做嘅。嗱，譬如举例，譬如有啲所谓类似咧，佢其实有啲人以前嘅人叫咧就叫变态啦，例如有啲人好中意收集女人底裤，即系讲紧唔系女人自己收集女人底裤，而可能有啲男性即系偷人哋啲女性嘅底裤嘅，即系以前啲屋村咧。有時將啲衫衣物啊咁就擺喺即係公開公眾地方去晾晒咁樣啦，咁就會有時有啲人就唔見咗啦咁。如果喺以往咧，即係呢啲咁嘅行為咧係會被譴責嘅，即係會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首先偷竊唔係一個值得表揚嘅嘢啦。咁第二就係係咪一種怪癖咧？咁點解會有啲人特別係中意即係偷呢啲嘢嘅咧？咁樣咁但係咧喺而家呢個所謂咩部落化嘅年代咧，就係所有好奇形怪狀嘅一啲嘅活動咧。或者行為咧，都會揾到支持者嘅，即係會有一啲同你臭味相投嘅人啦。所謂係咁好啦，咁造成一個咩叫部落化？就係佢唔會需要喺屋企裏邊尋求認同，即係唔係話唔需要，但係咧相對嚟講係冇咁多，或者係唔係最主要係由屋企裏邊俾一個認同佢哋。咁我頭先舉咗一啲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嗱，有啲好明顯嘅例子就係、是、你唔明點解啊喺網絡世界嗰啲嘢係咁容易出現或者咁普遍出現嗱、啊。譬如有啲你記唔記得有自殺嘅新聞啦，約埋一齊集體自殺啦。咁即係其實有啲嘅群組或者係有啲嘅社群咧，係可以做一啲損害自己嘅嘢，或者甚至係個社會都不容嘅嘢。咁但係咧就係佢哋都會揾到一啲支援者嘅、哦。即係自殺本身唔係一啲可以周圍同人講嘅嘢啦，咁但係當佢咁樣講嘅時候咧，竟然咧啲人唔係阻止佢自殺，而係反而鼓勵，不如一齊死咯咁樣咯。咁呢個咪所謂嘅部落化咯。咁譬如如果你係想破壞個社會嘅安寧嘅，咁可能你話我想製作炸彈、汽油彈咁樣，咁你會喺個網絡上揾到好多相關嘅資訊，甚至咧就係、是、甚至一啲嘅群體，你係可以即係可能發起嘅咁樣可以咁。所以部落化，其中香港都试过拉过嘅咧，就系、是、有一啲所谓强奸快闪党啦。咁因为有多时候，可能你话呢啲系厌女症嘅一个表现啦。咁但系都试过，就系喺香港里面有一啲嘅社群咧，直情系会成立一个咁样叫强奸快闪，就系、是、当佢强奸完人哋之后咧，就即刻走，就唔好俾人捉到咁样。咁所以咧就好有一种兴奋同系乜嘢嘅感觉。咁又有几百人一齐响应啊咁样。咁当然后来有冇成事唔知道，但系后来就正即系警方就系有拘捕到其中一个即系发起人啊嗰啲咁。嗱咁呢个所谓部落化咧就系、是、类似咁。咁所以咧发觉以前咧你觉得有啲嘢咧唔系咁普遍咧，或者较为少人公开咁做，但系而家咧啊原来好容易啊就。揾到一堆人做喎，譬如咧，我又發覺中大校園咧，唔知點解今個學期咧，唔知係咪今個學期先，我留意到啦，或者之前嗰啲 COVID，即係大家閉關咁樣就冇人行出嚟，就好多仙子啊，着古裝嘅女仔咧，喺個校園度周圍行，喺度飄蕩。咁你以為自己係咪去咗一個乜嘢時空咁樣樣？但係其實嗰個校園係一個即係讀書嘅地方嚟噶嘛。啊，點解可以成為一個古裝場景咧？我都唔好知道點解。咁但係咧就。唔止一個兩個咁樣喎，而係可能有時佢哋係聯群結隊。
咁所以呢个部落化就系咁嘅意思啊，即系你好容易嘅。你如果你想有一啲新嘅搞作咧，或者你想将自己变成乜乜嘅形象咩都好咧，咁咧，咁你好容易一呼百和咧，就揾到一啲同你同声同气或者同一嗜好嘅人咧，就喺个社会里边咧，就即系做一啲自己觉得好有趣嘅嘢咁样。咁当然你唔会理其他人点样睇你噶啦，亦都唔会觉得有咩侧目，因为个个都可以做自己觉得你觉得舒适咪得咯，你唔会理其他人中意好唔中意，或者系咪干扰紧人哋上课啊，定点样样咁样嘅嘢嘅吓。好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啲社咁仲有啲特色啦。咁就系、是感觉重于理性啦。咁咩意思咧？就系、是、因为网络嘅世界咧，即系好多时候你好多古仔睇到啦。咁有多时候咧，你系好容易都好容易俾人哋影响，因为头先讲紧你其实唔系好理家人点睇你啊嘛，反而你系理下网上嘅人点样讲嗰样嘢，或者咧系会系受你嗰个所谓嘅部落去影响你啦，咁好多时候咧就其实最容易就落系有一啲嘅陷阱，特别系一啲譬如呢度啱啱今日见到嗰个新闻剪报啦，就系、是有个大专生咁就因为即系、就是、跌咗落一个交友嘅骗局，因为其实而家网上情缘都系好多，咁而呢个网上情缘即系亦都系一个网络世界里边。即系你，因为你如果净系一个网络嘅世界里边，你唔会行出真实嘅世界咧，你唔入去咧，你其实你识嘅人咧就局限于净系网上识嘅人。咁而网上识嘅人咧，亦都好容易即系跌咗落去一个操控，因为你其实唔系真系好知道佢真实身份系点样。咁所以会有呢个破财嘅问题啦。呢度另外呢度讲紧一个11岁嗱，如果你留意下左下嗰个新闻里面，11岁嘅小朋友，佢咧裸聊就俾人勒索10,000元，嗱咁就喺个 Apps 嗰度就认识一啲陌生人啦，咁就同對方就誘騙佢進行裸聊啦，即係要除衫啊嗰啲咁，然之後就拍低咗佢嘅片段，咁跟住就將佢勒索咁樣。如果唔係就嗱，咁呢啲咁嘅資訊咧，你發覺其實都幾常見。咁點解會好似講到佢哋咁容易咩咧？咁主要原因咧就係好多時候，當你進入一個網絡世界咧，你好容易俾啲花言巧語或者係啲甜言蜜語咧去影響住，而咧因為你自我中心啊。同埋咧，你係即係人，當俾人哋去吹嘘一下，或者係擦下你鞋啊，講一啲好聽嘅説話啊，咁樣咧，就好容易飄飄然，就失去咗一種判斷正常判斷嘅能力。咁咧，呢、这個咧，即係佢，所以佢個感覺咧，好容易係過度發展，然之後個理性獨立思考嗰度咧，就萎縮，咁就造成一個頭先呢啲見譬如啲啊破財，即係騙局啊，或者係俾人哋威脅啊等等嘅現象咯。咁好啦，咁另外咧就第四点个自我控制嘅能力难以发展咧，其实讲紧系咩嘢咧？嗱呢、这个系讲紧嗰啲废寝忘餐喺度打机嗰啲人啦。咁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咧？就有啲时候啲人打机咧，啲父母去想去叫佢停啦，就发觉佢哋喺度同佢发晒癫嘅，即系好咁而佢哋系自己都停唔到落嚟嘅。即系当打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或者系玩沉迷个电脑玩到一个地步嘅时候，咁原来咧即系其实我哋人际关系嘅相处咧，唔单止系学观察人哋别人需要啲咩嘢，或者系，但系亦都会咧，就系、是、因为别人嘅即系一啲即系反应咧，你会作出调整嘅自己嘅行为。所以咧，真实世界见到人，即系你，所以学习咧，你唔系净系靠网上学习系唔可能嘅，因为网上学习咧，你净系学到个知识嘅表面咯，或者系你最多系有啲问题，大家可以互动喺个理性上面嘅互动，但系咧，你有啲唔系正式课程里边嘅嘢咧，你系学唔到嘅。例如啲咩咧？你喺班上学习，你会有同同学之间嘅互动，或者系分组学习。咁啲组员大家之间点样去互相去讨论啊，或者系批评啊？咁你会因为别人嘅批评咧，可能你会有啲嘅行为咧，你会收敛嘅。例如，如果大家一齐倾紧嘢咁样，然之后你系不停喺度碌手机，咁于是你啲组员可能就话：喂，玩小阵得唔得啊？大家倾完先啦，咁样。咁你就會，你都唔好意思唔放低個手機啦。即係如果當成組人一俾個咁嘅壓力你嘅時候，咁所以你呢個咧係一個自我控制嘅一個訓練嚟嘅，即係喺一個社群嘅環境底下。咁同埋即係你當你留意其他人嘅表情或者其他人對你嘅要求嘅時候，你要調節自己點樣進入個社群裏邊。咁所以頭先你講嗰、那個嘅表弟，係啦，你嘅表弟嗰、那個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佢就係冇乜。即系呢啲嘅训练，或者系冇乜自己压制自己，即系自己自控。咁所以如果佢
做出嚟做嘢咧，佢会面对嗰个困难会压力会好大。因为如果佢话佢更自我中心，或者佢自己中意做嗰样就做嗰样，可以退缩。咁如果举例，你嗰个场景唔系一个母亲节庆祝，系一个会议，公司嘅会议，咁你可唔可以咁做咧？或者如果你偷偷地咁，或者喺度碌手机，或者即系又唔专心咁，唔听佢，唔惯咗，唔惯去群体嘅参与啊嘛。咁对佢嚟讲，佢嘅工作就会压力好大，或者系觉得好难适应。咁呢一个系对佢将来成个人嘅成长系会有影响。好啦，咁另外就系好难忍受一啲沉闷嘅事同埋人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网上你可以玩嘅 game 啊，或者系玩嘅，即系你接触嘅资讯，全部都系你自己要嘅嘢嚟。你自己要，当然你系中意嗰样嘢，你先睇落去啦，或者先嘥时间喺嗰度啦。咁但系咧，对一啲你唔中意嘅嘢咧，即系譬如读书都几沉闷下嘅，因为读书你可能你。学一样嘢咧，有啲人话如果你要掌握一个技术咧，要1万次不停去练习，即系你弹琴要弹1万次，跟住你乜嘢又要1万次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如果你唔想做咧嗰样嘢咧，你其实系忍受唔到嘅，因为你太习惯俾呢啲嘢刺激嘅，而因为你过分嘅影像同埋声音嘅刺激咧，令到你大脑咧其实系会对一啲冇咁刺激性嘅嘢，你会好沉闷，觉得沉闷，同埋你好想眼瞓，好眼瞓，咁所以点解一上堂就瞓？一去静落嚟咧，自己静落嚟亦都会好攰，喺度瞓，因为你冇咗嗰种嘅刺激，你去支援住你，去支撑你嘅精神。即系因为呢个咧，其实都好同即系我自己一啲嘅同人交际嘅一啲经验好相关嘅。即系因为有时咧，你唔知有冇试过咧，即系同人倾偈咧，即系我同我啲人倾偈，佢净系对自己嘅话题咧系有兴趣嘅。即系你只要讲啲同佢即系唔啱佢兴趣嘅嘢，其实佢冇兴趣同你倾嘅。即系可能答你两句，然后就讲翻自己啲嘢。其实会唔会都系一种即系喺？呢種太過自我中心，同埋淨係咧，即係可能只會接受一啲咧，即係同温層嘅嗰啲嘢啦。對人哋可能人哋有啲咩興趣，其實你冇興趣咁樣樣。其實好多我即係發覺遇到，其實好多都係啲咁嘅人。其實係咪都係有啲關係嘅咧？系绝对系有关系啦，你只系能够同，譬如你中意打机，你中意打某类型嘅机，譬如足球咁样，你中意足球，咁你咪净系同嗰啲同你可以倾到足球嘅人去倾咯。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中意车嘅，咁你已经讲唔到啦，即系讲车你已经冇兴趣啦咁样。咁甚至咧，即所以而家系唔可能有啲新闻咧系所谓嘅全城起哄嗰啲新闻嘅，因为大家都系关注自己关心嘅嘢嘛，咁所以。第二个世界发生咩事咧？对佢嚟讲系完全冇关系嘅。咁我记得我琴日咧就去问啲学生，嗰班学生都系修读电影啊，即系暑期班嚟嘅。咁咧我就即系播咗一张嘅幻灯片啦。嗰张幻灯片咧就讲紧系2年前嘅金像奖最佳电影嚟嘅。咁我话你有冇听过呢套戏？竟然咧成班咧30、40人里面得一个听过。咁我心里面喺度谂紧一样嘢，就系话，咦？你哋班人系上嚟读电影嘅喎，咁点知原来你哋对电影系一无所知嘅，连最近期嘅电影，即系所谓嘅金像奖，即系奥斯卡啦，讲紧唔系讲紧香港，系奥斯卡，即系最受欢迎或者唔系最受欢迎，即系攞到最佳电影嗰套，即系完全听都未听过咁样。咁我就后尾我问佢哋，我话会唔会咧系即系呢套电影系唔喺你哋嘅雷达里边？因为其实而家啲人咧，佢自己嘅天线咧，即系收一啲佢自己有兴趣嘅资讯。咁如果嗰啲资讯系超越咗佢嘅雷达咧，或者系就算经过佢雷达，但系佢冇兴趣，唔会碌落去睇嘅。咁以后咧，你嗰个社交媒体就唔会将嗰啲资讯 feed 俾你嘅。咁所以咧，佢哋可以当嗰啲嘢完全冇发生过，即系可以系咁样。即系总之你冇兴趣，你唔关心，咁就嗰样嘢就唔发生，亦都唔存在喺呢个世界度。咁所以咧，你就觉得咁系好，系咪好咧？对佢嚟讲系好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对个世界嚟讲就系4分5裂咯，即系大家唔会再有共同嘅兴趣嘅，亦都唔会有啲共同嘅关心。即系譬如我哋讲紧环保嘅问题，譬如环保或者系一啲老年化嘅社会，你系需要全个人类咧，大家一齐去面对同埋一齐解决嘅，即系有啲问题。但系即系你譬如即系你环保嘅全球暖化等等嘅嘢，咁如果大家净系谂自己，即系嗰个唔喺你雷达里边嘅嘢，你就唔接收咁，咁即系话个地球冧咗，你都其实唔 care，即系都唔关心噶咯，唔理噶咯。咁我头先讲嗰个沉闷嘅事同埋人，其实就即系其实主要特别系讲阅读啊，
讲一啲咧，有啲工作咧，啲工种咧系需要沉闷嘅。嗱，譬如好简单，原来翻朝九晚五都好沉闷嘅，即系要佢去早起身，跟住要翻工咧，朝九晚五咧困住喺一个 office 咧。咁然之后试过问嗰啲学生，即系过去即系做咗半年嘢，学咗啲咩？佢话我学咗即系可以准时翻工同准时放工啦。咁你以为以前觉得呢套好基本嘅嘢咯，咁但系对佢嚟讲，原来要佢。即系咁样限制住焗住要翻朝九晚五咧，其实原来都系好难好难。咁所以其实你会发觉啊，原来个社会当你网络化咗，然之后当你俾佢更多嘅自由度或者更多嘅民主，佢去选择做呢样唔做嗰样咩咩等等嘅时候咧，相对嚟讲咧，佢另外一面咧，即系佢嘅自我约制嗰面咧，就会系削弱咗，同埋咧佢要符合社会嘅要求嗰面咧，佢系难啲去学咯。咁呢个就系嗰个嘅即系问题咯。会唔会其实同嗰啲大数据有关咧？即系有时咧，可能佢哋唔系刻意净系睇自己想睇嘅嘢，可能其实推荐俾佢啲咧，其实原来嗰一扎咧都系佢同佢差唔多口味嗰啲嘢，咁就不断碌不断碌，然后构成一个结果就系净系会睇到自己即系想睇嘅嘢咯。系噶，我其实我同意噶，因为我成日都话 Google 比我更加了解自己噶嘛。我都唔知道原来我曾经睇过呢啲，或者我曾经去过边啲地方，然后一年佢又记录晒啊，你一年环绕咗个地球几多个圈啊咁样，佢又知道我去咗边，跟住一年之后汇报翻俾我听啊，你揸车揸咗几多公里啊嗰啲咁样，咁我就发觉哇，我都唔 care 嘅嘢，或者我其实我都唔会记录嘅嘢啦，咁然之后原来发觉即系喺网络世界里边，佢比我更加认识我自己咯，即系竟然系咁样样。咁好啦，咁即其实最后咧点，即系其实嗰个特色就系呢个所谓网络部门嘅意思咧，就系话其实好多嘅道德啊，我哋以前觉得一个社会有啲嘢系唔啱嘅嘢咧，你会谴责啊。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时候佢哋系冇，因为大家所有做嘅嘢都系平等，好似所有做嘅嘢都好似好合理咁啊。即系当有多人做嗰样嘢，就可以合理化咗佢。咁甚至道德咧系大家唔会讲嘅，即系譬如呢个游戏咧，一个游戏一个强奸游戏啦。咁一個你某張報紙啦，即係我都有影出嚟啦。咁但係點解呢啲遊戲會咁即係成行成市咧？即係雖然女性主義者或者係有啲嘅家長或者女權分子都會出嚟去聲討，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人振振有詞，或者嗰啲某一啲使用者話覺得自己有權去使用啦。咁所以咧呢個所謂網絡部門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多有啲嘢嘅做法咧，可能係。介乎灰色地带，未必一定系犯法。例如偷窥，例如头先讲嗰个偷人底裤，咁佢唔系一啲好严重嘅罪行，但系咧，即系当个个都做，或者系觉得，譬如恋童癖呢一样嘢啦，喺某啲国家系合法嘅，但系有啲国家就唔合法。咁结果嗰啲喺某啲国家唔合法嘅国，合法嘅国家咧，就去咗嗰啲唔合法，即系冇问题嘅国家嗰度咧，就走去，即系去玩啦，或押换啦，即系嗰啲嘅小朋友。咁所以呢啲咧，你可以讲，佢哋有好多嘅咁嘅网络，或者系有好多嘅网站咧，系鼓励呢一样嘢。即系变咗咧，其实好容易有所谓部门。部门嘅意思就系话，你觉得其实嗰样佢做嗰样嘢咧，其实佢一个群体效应咧，系令到佢觉得系匿喺个群众后边咧。系嗰样唔合理嘅嘢，或者系犯法嘅嘢咧，都要变得合理化，甚至系好振振有词。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个多媒体网络年代咧，佢系会铲平咗好多嘅所谓嘅道德嘅教条，同埋即系以前觉得个社会规范一啲对某啲人系不利嘅规范咁咯。嗱咁嗱呢个系讲紧个社会特色啦。咁对家庭关系有咩影响咧？咁呢度咧就即系头先，其实我哋都有略略讨论过。第一个咧就系话自我中心啦，咁你左边你见到嗰幅图咧，就系、是、个嗰、那个诶呢、这个可能系家姐，或者系总之系佢个年纪同埋佢嘅身份可能都比较大少少嘅，或者系佢阿妈咁啦。咁啊对住个小朋友，对住一个年轻人，咁啊用个大喇叭，即系呢个佢特登嗰张图系放大咗，用个大喇叭去同佢讲。咁但系咧呢、这个佢对方嘅小朋友咧就系、是。机不离手咁样啦，吓、啊、就净系顾住自己睇个网络世界，就完全唔睬佢啦咁样。
咁我记得咧，即系自我中心呢个点样去理解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而家网络世界嘅人咧，即系你发觉好得意，我唔知你有冇经验过啦。我自己最大嘅经验就我自己做一个妈，同埋做一个老师。咁我其实我过去嗰两个礼拜我系放咗假。咁但系我放假期间，我处理咗好多啲学生嘅 email。咁佢哋咧好得意嘅啲 email 就话：我今日可唔可以？即系我系边个？其实佢一成个学期都冇揾过我，跟住佢就话我系你嗰个 advice 嚟嘅，即系 advice，即系我要take care 有几个学生啦，系即系特别系即系要如果佢有咩学业咨询，佢要揾我咁样。咁咧，佢就成个学期都冇揾我，咁跟住突然之间揾我咧，就话我可唔可以今日4点之前嚟到你个 office，然之后咧就我要需要你同我写一封嘅信件咁样。咁我心谂吓，嗰阵时咧系我。英國時間嘅半夜咁上下啦，咁然之後佢香港時間就下晝，即係上晝 send 俾我嗰封信，而家話今日下晝4点前，咁我點飛翻嚟香港同你寫呢封信咧？咁同埋我，即係你可唔可以俾啲時間我，即係預備一下，或者我啲心理準備都好啊咁樣。咁結果我係同佢 zoom 咗嘅，即係我最後個就係我知下晝嘅時候同佢 zoom 咗，我就話俾你聽，我唔喺香港。咁但係咧，如果你有咩需要，我都盡量做我能力去幫你。咁所以咧，你發覺嗰種嘅你揾佢嘅時候就揾唔到嘅，即係我對我仔女都係咁樣嘅。你 send 啲即係短信俾佢，或者係用個應用程式咁樣，就寫幾隻字佢啊，你點啊？即係我啲細路喺外國讀書啦，咁咧佢唔會復你嘅，直情可能唔知隔咗幾耐佢都唔復嘅。咁但係佢揾你嘅時候就話：我哋而家可唔可以講下嘢啊？可唔可以？佢都唔理你喺度做緊乜，唔理你係咪上緊堂啊，定係做緊啲咩嘢，或者煮緊飯啊，定係點咧？就話Can we talk 咁樣，咁就一句咁樣。咁就係你發嗰種自我中心就係嗰種，就係佢揾你就得，你揾佢調翻轉就唔得咁樣。咁樣即係都係真係影響我家庭關係嘅。就係、是、你唔可以有個即係期望咧，就係、是、大家係對等咁樣咯。即、就、係、是、你俾幾多佢，佢就會俾翻幾多，你係唔可能咯。因為佢係會淨係顧自己先，然之後咧你嗰啲嘢就擺埋一邊先咁樣。咁頭先亦都講過，其實同頭先講嘅觀點都係相似啦，就較容易受網絡群體嘅影響。就多过系受屋企人嘅影响啦，咁佢听出边嘅人讲嘅嘢咧，系多过听自己讲嘅嘢啦。咁主要原因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同自我中心有关，因为咧出边嘅群体咧，佢哋讲啲嘢系唔需要负责任噶嘛。你就系谂下呢个就好简单嘅啫，即系唔需要负责任就系如果将来即系譬如佢哋问一啲问题就系、是、譬如我而家俾学校追我交功课，咁我做好定唔做好啦？但我又想拍拖咁样，咁出边嘅人咧，梗系拍拖先啦，重色轻友，或者即系享受咗先啦，咁样。咁佢话咁功课点啊？功课咪到时先算咯，或者系到时搵人抄咯，或者点。嗱，好啦，咁佢讲呢啲，梗系啱听啦。你觉得你因为你可能你自己都想走咗去拍拖或者想去玩，就唔想做功课。咁但系你谂下个后果边个承担先？佢会唔会帮你承担先？佢唔会帮你承担噶嘛？到最后咪你自己承担翻咯。你。考试唔合格，或者你到时学校要纪律处分你咁样，咁系唔关佢事噶嘛？咁所以对嗰啲网络群体嚟讲咧，佢系冇责任嘅、哦，佢亦都冇，亦都唔系话真系识你，可能唔系一定真系识你嘅、哦，佢只系大家网上嘅好友嚟嘅啫。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就系、是、如果你净系拣一啲啱你听嘅嘢去讲，而嗰啲唔啱听，嗱，譬如家长讲嘅一定唔啱听，因为家长系要为你好嘛。老師一定係唔啱聽啊！老師都係為你好，都希望你要考慮前途或者考慮理性多啲。咁但係如果你個人係好衝動嘅，亦都淨係用感覺行先嘅，咁你都係諗嘢唔會諗到好遠嘅。咁嘅話咧，你就好容易受網絡群體影響，同埋咧會做出好多不智嘅決定啦。咁亦都係會影響到你個人同屋企人嘅關係。嗱，好啦，咁另外咧對家庭關係另一個影響就係你發覺咧啊，原來咧。唔知点解啦，呢一代嘅人啦，或者系新一代嘅人咧，系好难要求佢做自己唔中意做嘅嘢。咁呢啲系包括咗啲咩咧？即系其实好简单，就叫佢熄机啦。熄机，佢可能真系好唔想。咁呢度个新闻就讲话，为咗阿妈，为咗叫佢熄机咧，就搞到咧个仔咧就杀咗个阿妈，就系觉得个阿妈唔应该咁样去叫佢，即系唔好打机。咁个阿妈都系出于好心去教佢啊。咁结果呢个15岁就失控到一个咁嘅地步。好啦，咁其实唔系讲紧一个咁极端嘅例子咧，就讲紧一啲咧，你发觉如果当佢个自我太膨胀，同埋太习惯于净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有啲佢自己唔中意做嘅嘢，佢就唔做噶啦。例如有啲咩唔中意咧？例如咧，你叫佢改正啊，改正就
譬如咧，我记得我个仔细嘅时候咧，我发觉咧，唔知点解，我次次餐睇佢啲即系嗰啲中文簿啦，佢哋咪要抄好多嘢嘅，抄写好多嘢。咁有啲时候啲笔画错咗咧，个老师咧就会写翻一个正喺度，然之后就画个框，就叫佢跟个老师写翻个正嘅写法。咁佢咧就奉旨唔写嘅，有错不改嘅，即系佢系即系一个咁嘅态度。咁我嗰时真系唔明点解。但系咧，而家开始发觉咧，当你明白多少少网络世代咧，就明啦，就原来佢哋唔中意俾人逼嘅，就系、是、所有佢唔中意做嘅嘢咧，都唔可以逼佢做嘅，即系包括咧，佢唔中意读嘅科咧，如果你逼佢夹硬佢叫读咧，佢会死俾你睇，甚至佢宁愿放弃嘅，即系宁愿唔读嘅，即系所以有时你有时觉得好 out 头嘅，即系做家长咧，即系譬如有小朋友佢嘅语文好啲，数学唔好咁样，咁佢咧就净系中意读语文，数学佢就唔花时间噶啦。咁而咧有啲咧就调转咁样啦，咁咧佢就永远咧即系以往即系你可能咧就佢勉为其难，即系以往嘅人啦，即系讲紧即系未系咁网络咁普及嘅年代，勉为其难佢都夹硬都要令到自己合格咁样，但系而家系可以直情放弃咯，即系佢唔中意做就唔做。譬如我有个亲戚啦，即系咁啦，佢咧就唔中意大家族里边其中一个亲戚嘅，即系嗰个小朋友啦，那个小朋友佢系唔中意大家族里边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话过佢。咁所以咧，以后所有家庭聚会咧，一有大家族呢啲活动咧，佢都唔出席嘅。一年只系出席一次，就系攞利是嗰次，因为有利是攞。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佢嘅家长都完全冇佢付嘅。佢话佢唔嚟，咁你有咩办法？咁佢唔嚟，咪由佢唔嚟咯咁样。嗱，咁所以你会发觉啊，咁如果自己唔中意做嘅嘢就唔做。哇，咁我第日翻工，咁咪死。咁个老板叫你做，咁你，哎，我唔做啊，我唔识做啊，或者我呢样嘢我。我唔中意，即系我唔中意对人。你可唔可以俾啲唔对人嘅嘢我做啊？咁样，即系可唔可以咁咧？咁我唔知。但系你变咗你将来嘅新世代，咁就我哋大家要重新去明白佢，或者去适应佢。咁另外就系好难要求佢哋为家人付出啦。即系我哋做家长嘅，当然希望自己付出嘅有回报，或者系至少大家对等啦，系咪？即系譬如我有时我会觉得都好敏感嘅。譬如咧。我女翻咗屋企咧，佢就闩埋个房门，就匿埋自己间房度，就出边嘅嘢完全好似唔关佢事咁。咁我试过咧，就系、是、我想打电话翻屋企，就叫阿女，你可唔可以同我熄咗个火？因为我临出门口之前咧，我唔记得咗我开咗个火，煲紧啲乜嘢嘢。咁我就其实我就赶唔切翻去，咁跟住我就想话打电话叫佢熄咗个火。咁我打屋企嘅电话，但系冇人听，即有人喺屋企，但系就冇人听电话，好似屋企嘅电话唔关佢事咁。即系其他，即系好似个电话唔系一定唔会揾佢，亦都唔会，就算揾佢都唔关佢事咁样。咁你有时又觉得好敏嘅，即系点解会咁嘅咧？即系点解咁即系净系谂自己就即间屋好似佢冇份住咁样。即系其实佢系有份住噶嘛，同埋你有份享用所有嘅嘢噶嘛。咁但系你唔可以期望咯，即系你都好难想象，即系佢系可以咁样为家人付出。嗱，咁同埋另外咧，点样影响家庭关系？其实我有时觉得。有啲嘢都有个观察啦，我唔知呢个啱唔啱啊？就系而家其实而家嘅人咧，佢对于所谓嘅真相咧系难以接受啲嘅。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即系成日都喺个 image 嗰度睇自己嘛，喺个影像度睇自己。嗱，咁譬如好最简单就系滤镜呢样嘢，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即系滤镜嘅出现系令，当然令到我哋觉得即系自我膨胀啲啦。啊，好似自己冇咁老，或者自己冇咁。多雀斑啊，冇咁多皱纹啊，嗰啲，因为你嘅滤镜系呃咗佢。咁好似听过人讲过咧，就话有啲嘅即系女士咧，系好难接受冇滤镜底下嘅自己嘅。即系譬如你真系影一张相，你嗰个手机系冇滤镜，冇装嗰个软件嘅咁样，咁佢哋系唔接受你想，觉得嗰个唔系我嚟，只系有滤镜，即系过咗滤，即系经过滤镜之后，佢先会 keep 嗰啲相嘅，因为嗰个先系佢，即系佢心目中嘅佢自己。咁你谂下呢一个嘅想象嘅自己同埋真实嘅自己，其实真系有个差距。咁佢点可以接受到一个真实嘅自己咧？即系如果你所有嘢都经过滤镜先肯接受嘅话，咁边个即系你系其实系咪一种自欺欺人咁样样咧？而会唔会对一啲事实嘅真相你都拒绝接受咧？嗱，咁譬如好简单，其实个家庭如果净系即系放闪嘅，嗱有好多家庭系咁，好中意去 staycation 啊，或者系去玩啊。post 好多幸福家庭嘅照片啊，嗰啲咁，你谂下啲明星就好多呢咁嘅故仔啦，即系成日都要拉晒全家出嚟，即系父母
即系两公婆，然之后加埋小朋友咁样幸福家庭嘅形象咁样，咁啊成日喺度 po 出嚟，咁就令到人羡慕啦，亦都令到人赞许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其实实质呢个 po 咗出嚟嘅家庭嘅形象，系咪等于佢真实家庭嘅状况咧？有可能佢真实家庭里边系好多时候夫妻嗌霎啊，或者甚至男有男去出边识其他女朋友啊，然之后个女亦都系净系顾住扮靓，有冇理到仔女啊？其实系唔知嘅，因为我哋大家永远冇法知道佢个家庭即系实际系咪已经系即系散晒，定系即系根本系冇一啲嘢系黐埋一齐。唯一见得到嘅就系网上见到嗰啲嘅相咯，而嗰啲相唔系佢哋嘅真实面貌嚟。咁但系当有事出现嘅时候咧，大家都好难接受咯，就系、是、啊，点解原来唔系好放闪嘅咩？唔系好完整或者系好咩嘅咩？原来背后有咁多你插我插你啊，然之后大家将啲仔女嚟又虐打佢哋啊，定点点点咧？咁呢一啲都系一啲表面，即系当你个网络世界同埋大家系好刻意去经营自己外表嘅形象嘅时候，其实大家个真实系点样生活咧？其实就冇人理嘅啦。亦都甚至自己个本人自己都唔系好理嗱，咁呢个都系一个时代嘅一啲产物啦，你可以咁样去讲啦。即系好多时咧，即系玩嗰啲社交媒体咧，即系譬如 IG 咁样样啦，或者可能旧年代啲嘅系 Facebook 啦，即系我两样都有嘅，我系系。跨年代，即系咁咧，即系有嗰啲 story 啊，或者系一啲叫做短片式嗰啲嘅，即系分享啦，其实都唔会分享一啲咧，即系唔开心嘅嘢，即系全部都系大家好开心啊，好开心啊，但系有啲你会知道咧，可能有啲比较熟啲咧，你会知道佢哋背后。其实佢哋嘅关系系点咧？然后你再睇翻啊，佢 po 出嚟嘅嘢，其实即系嗰下嗰阵时先会知咯。但系如果你唔识嘅话咧，你根本唔可能见到会喺一啲 story 啊嗰啲分享入边咧，会见到一啲即系负面嘅嘢咯。即系大家都开开心心，我全部人嘅生活咧都好美满嘅咁样样咯。啊，呢个咧。系噶，呢个系都好普遍嘅，因为你摆喺社交媒体，你系想尽量增加你个朋友嘅数量噶嘛？但系你个朋友嘅数量，你唔可能个个都同佢讲同样嘅嘢噶嘛？即系你朋友当中，梗系有一堆人可以同你讲到一啲衰嘢嘅，讲到一啲你自己觉得系失败嘅嘢。但系对大部分，即系譬如如果你个社交媒体有几千人跟住你嘅，咁你唔会个几千人你都讲同佢讲一啲心底里边自己即系挣扎啊或者咩嘅嘢，咁你多数咧就系大家开开心心即系讲一啲嘻嘻哈哈或者系表面风光嘅嘢，咁咪最容易即系得到人哋嘅注意啦，或者系都好似 update 翻自己嘅有咩最新发展啊嗰啲咁咯，咁所以你见到啲人点解去食啲乜嘢食啲咩好嘢咁啊即刻影晒出嚟啊，或者我买咗个咩人哋送咗咩礼物，个礼物系点样矜贵化咁啊，咁嗰啲就好自然地。即系可以即时好多反应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屋企即系唔通即系屋企有人过身或者系即系有人精神有问题咁样，咁你会讲嗰啲嘢咩？你其实唔会好轻易去讲呢啲咯，因为你会发觉大家系可以即系一齐笑，但系你叫人哋喊咧，你只能够自己喊咯，就唔系一齐喊。即系其实呢个系其实冇一。某一套电影嘅台词嚟嘅，不过我真系借用咗佢台词，即系笑大家可以一齐笑，但系喊咧就只能够你自己喊。嗱，咁呢个就系嗰个网络世界嗰个嘅特色嚟。好，咁啊翻翻去啦，就系跟住第三点咧，就讲下细路仔，即系或者年轻人啦，呢个网络原住民啦，喺呢一个网络嘅年代咧，遇到嘅挑战系啲咩嘢？咁第一个挑战咧就系好难揾到真心嘅朋友。咁呢个咩意思咧？呢、这个意思咧就系、是、话，其实咧，你喺网络世界好似好多人跟从你啦，或者你甚至系好多朋友啦，好似几百个咁样。好啦，而家个问题就系呢度，譬如呢度就写咧话，网志称自杀无援手，五个绝望嘅青少年咧就丧命。嗱，咁原来呢个集体自杀或者系呢啲咁嘅问题咧，过去十几廿年即系不停去出现。但系点解佢写出嚟网志就话佢想自杀？即系佢可能都系心里边可能有啲嘢郁结啦，咁但系写咗之后咧，有人睇，但系冇人帮，即系睇嘅人可能都好多，围观者好多，但系即系好似有啲似交通意外，或者系有人晕低咗，哎哟，即刻有堆人喺度指指点点，或者系讲
讲啊，但系有冇人打电话999求救，或者有冇人即系落去帮佢，即系帮佢急救定系点，或者系即系至少可能俾少支援，搵啲嘢冚下佢啊，即系睇下佢有咩需要啊咁样。嗱，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嗰个现实嗰个嘅残酷，就系、是、如果佢系写得网址，咁佢都有啲 follower 啦。咁而呢啲 follower 系咪真系关心佢咧？如果佢真系睇咗嘅时候，有冇人即系尝试去，即系至少搵人去？即系譬如你可以，如果真系睇咗，咁你可能转介下啦，你可唔可以俾个电话佢咧？或者系如果你有需要，可唔可以你揾下，譬如呢啲机构啊咁样，或者有冇考虑揾社工啊，揾老师倾下咁样？即系你可以，就算唔系自己亲自去帮，你都可能都可以做一啲嘅嘢嘅。其实咁，但系即系发觉原来真系个世界咁冷漠咯。即系你虽然好多朋友，但系嗰个朋友全部都系假象，而嗰啲人到你有需要去帮嘅时候，未必嗰啲人系真系会去帮你。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嗰个喺呢个网络森林长大咧，其中一啲就系佢哋个孤单感或者系无助感咧系好强好强。好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啦，咁个社会咁重视啲放闪啦，咁变咗咧，即系你要即系做一个年轻人咧，咁佢哋都会好重视个人嘅形象啦，即系好希望就系人哋唔好睇小自己啦，或者系都好似人哋咁，即系会好容易比较。然之後咧，好重視就係人哋點睇自己，亦都好難接受就係可能即係點解人哋有咁多好成功嘅經驗，即係譬如啊邊度有得獎啊，或者係邊度又去邊度去邊度，咁自己有冇得去啊咁樣，即係譬如有啲人旅行，即係影埋好多相翻嚟 post 出嚟咁樣，咁呢一啲都係會令到人即係好容易有壓力咯，即係年青人嗱呢種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譬如邊個又。又同人哋拍拖啊，即系好多时候有一啲咁样嘅压力啦，即系人有我冇嗰种咁样压力啦。咁而特别喺网络年代咧，呢一种嘅压力系会好强好强。好啦，咁就同人攀比啦，即系人哋嘅成就啦，或者系到底自己系咪过肥过瘦啊，或者身材有冇人哋咁好啊，形象有冇人咁好啊，嗰啲咁样。咁亦都容易受啲网络活动嘅影响情绪啦。咁你嗱见到呢啲小朋友，即系呢张图好得意啊！见到呢啲小朋友，哇咁容易俾啲佢大家一齐注意一样嘢，咁嗰样嘢无论系电脑啊，定系电视啊，定系游戏啊，定系点样样咧咁样。咁其实咧就系呢啲网络活动系好容易影响佢哋嘅情绪嘅。咁呢度咧就其实嗰三个咧就系俾嗰啲家长注意嘅。咁就系monitor C 同埋 watch，即系留意住啲小朋友嘅即系嘅情况啦。好，咁另外就系注意力分散啦。咁你发觉其实而家喺网络世界，因为太多嗰啲影像同埋音响嘅冲击咧，其实而家啲小朋友系较为多咧，系所谓嘅注意力缺乏嘅，就系好难集中精神。咁咧好容易即系因为你譬如你喺社交网络见到嗰啲咧，都系好短好短嘅片段。咁佢哋好难集中去睇一啲比较长篇嘅嘢，唔好话阅读啊，就算睇一段片啊，譬如嗰段片系30分钟，系讲一个古仔，即系个古仔系一个比较完整嘅论述，即系有正面有反面，有咩嗰啲，有啲理，即系有啲理据嘅讨论嘅，对佢嚟讲咧，可能都系一个唔容易嘅，即系可能睇10零分钟已经瞓咗啊，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喺学习嚟讲系一种障碍嚟嘅。因为你唔能够集中去睇嘢嘅时候咧，你都好难去分析一啲嘢，同埋去即系将啲资料，你可以储存到资料，然之后再将啲资料去整合。咁所以学习系有困难嘅。嗱，呢度右边嗰张图就即系都系由 BB 开始已经系咁样啦，到瞓觉都仍然想去玩啊，唔想瞓啊，所以咧就学习系会遇到困难啦。咁咧就仲有就系网络欺凌啦，即系将嘅私隐公开啦。咁另外就系、是、嗱，呢、这个左边嘅欺凌咧，其实我用咗一啲色情嘅网站。咁点解要用咗色情网站咧？就发觉原来而家网络嘅世界系好好恐怖，去到一个咩地步咧？就系、是、佢会将即系譬如你一个爱情关系啦、恋爱关系啦，有啲人即系年轻人啦，咁佢以为真系拍拖好简单、好单纯咁啦。咁有啲時候，而家佢都唔好多嘅年輕人都唔介意咧，即係喺拍拖嘅過程裏邊咧，將佢哋嘅親密關係咧錄影。咁原來佢錄影咗嘅嘢咧，資料咧係可以有齊上載，然之後咧去賣。咁而有好多嘅
年青人咧，其實佢哋不如有詐，即係唔知道自己原來即係所做呢啲嘅行為咧，好多時候原來喺網上，而家網上呢啲嘅色情網站咧，其實收集好多呢啲，唔單止係嗱啲自愿嘅，如果係自愿都 OK 嘅，但係有啲係唔非自愿嘅，即係俾人哋強姦啦，或者係有色友啦，頭先講嗰裸聊啦，可聊可能都係錄咗啦，錄咗之後可以攞嚟賣啦。嗱，咁呢啲全部咧都係喺網絡上面咧嘅世界咧係好普遍，甚至咧係你冇辦法杜絕到。咁韓國有呢啲啦，印度有呢啲啦，即係都係大家當揭發出嚟嘅時候咧，覺得好驚啊，好詫異。但係咧，原來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咯，即係因為個商業利益嘅帶動咧，令到其實年輕人都係喺一個好似好冇保護嘅環境底下。你以為同嗰個人拍拖，但原來嗰個人可能處心去呃你。甚至即系将一啲属于你哋嘅私人嘅关系嘅嘢，即系或者甚至个，譬如嗰个，如果嗰个女性或者男性啦，可以女性呃男性都得嘅，即系当然我唔好有性别歧视啦。咁就将嗰啲资料攞，即系嗰啲资讯啦，即系嗰影像攞嚟贩卖或者系出卖咗佢咁样。咁你变咗系嗰个对人嘅安全感个低，信任度好低好低。咁另外网络成瘾就系、无论系色情嘅色情啦，或者系一啲游戏啦，一啲嘅，即系打机啊，即系赌博啊，而呢啲都系好普遍，好普遍，系即系喺个网络世界里边，因为太容易得到，亦都太容易接触得到，咁所以，对年轻人嚟讲都系一种嘅挑战嚟。好，去到头先嗰部分，有冇补充啊？阿 Joseph。即係其實咧，根據我嘅觀察啦，即係我自己都有打機嘅，咁就玩下啲手機遊戲咯。咁有啲玩一啲免費嘅手機遊戲啊，咁啊通常你免費嘅就即係好貴噶嘛，係咪啊？即係你有啲可能功能上咧，你需要咧係即係睇廣告嘅，睇廣告。咁但係咧，實際上咧，當你去即係去睇廣告攞嗰啲獎勵嘅時候咧，啊佢又會咧浮現咗一啲咧，其實咧。即系唔系好适合，即系小朋友啊，或者系其实奇奇怪怪嘅一啲广告出嚟嘅，啊，即系令到咧你其实你都避都避唔到，啊，避都避唔到，甚至咧系讲紧咧即系唔好讲打机啊，即系就算你系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啊，因为我即系有时研究开可能点样去即系讲讲座啊咁样嘅时候咧。咁就見到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 YouTube 咧，佢係會假冒一啲可能小朋友即係會睇嘅一啲嘅動，即係卡通片啦，做一個封面嚇。然後咧，其實內裏係一啲咧好恐怖啊，甚至色情啊嘅一啲嘅內容嚟嘅。即係我查到可能嗰啲嘢好似叫做 Elsa Gate，冇即係冇睇錯嘅。即係佢哋會將一啲小朋友。睇啲卡通片啦，Elsa 白雪公主啊，就做一个封面。但实质上咧，你揿入去咧，其实就系一啲人系拍一啲咧，即系可能好裸露啊，甚至系血腥啊嗰啲影片喺度。即系但系呢啲又避唔到喎。其实会唔会其实呢啲间接构成咗咧啲人即系可能小朋友去睇佢哋成瘾吓，甚至沉迷喺色情里面嘅一啲嘅诱因咧？其实咧，我觉得嗰个有啲似咧，就系你以往咧，以往当个有大众传媒咧，我讲以前系大众传媒嘅年代咧，你有一啲系把关人噶嘛，个把关人咧，佢系个专业嘅，咁而因为好多时候以前大众传媒都系好多时候都系用一个发牌制度啦，或者系政府要认可啦，即系你至少譬如你搞张报纸都有个登记制度啦。即知道有咩出版人，跟住到最后咧就法例咧系可以告你、控告你啊嗰啲咁。咁但系咧而家呢个网络世代咧，就个个都系可以自己经营个网络。咁而如果嗰个经营者咧，佢本身咧心怀不轨，或者佢系为咗吸引眼球不择手段，就好似头先你讲嗰种啦，即系我挂羊头卖狗肉咯，我咪整一啲嘅网站就用 Elsa 或者系用一啲迪士尼嘅卡通嘅好似。构图咁样就我嚟挂住做喺个第一版嗰度，咁然之后跟住里边嗰啲咧就唔知系啲咩嚟嘅，系一啲可能都系 CSN 或者系教坏人嘅嘢咁样。咁你其实个家长系完全
话个小朋友咧系完全系 unprotected，即系冇人去保护佢嘅，亦都冇人会帮佢哋去把关嘅。就算家长你点可能即系同佢逐条逐条片去帮佢 filter，你唔可能噶嘛。你唔会同佢你睇咗先，然之后叫佢睇噶嘛。好多时候就系佢自己都喺网络世界里面喺度 surfing，就喺度即系游嚟游去噶啦嘛。即系自己有个手机或者系个平板电脑，咁佢哋自己都识揿噶啦嘛。即系啲 BB 都识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就 unprotected 咧，就系话，根本成人世界所有嘅嘢，佢哋都已经由好细个已经要面对啦。咁而佢哋系当佢冇能力去分辨真假，同埋冇能力去分辨到底边样嘢系好或者边样唔好嘅时候，佢已经被嗰啲嘢即系吸引住，甚至系已经洗紧脑。咁呢一个就系喺网络世界嗰个无奈咯。那个无奈系，你唔可能即系日日去监控住佢咯。即系甚至你话你可以去 filter 一啲嘢，但系系咪真系完全可以 filter 到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值得去谂嘅，即系思考嘅一个问题咯。咁所以等日落嚟都会讲翻家长嗰度啦。咁我想俾你睇一个广告先。嗱，呢个广告咧就正正就系反省呢一样嘢，就系呢个右边呢一个，呢右边呢个广告。Game here เลยเอาเนี่ยนี่ซื้อให้ใครครับให้ลูกกี่ขวบแล้วครับห้าอีก7 ปีพี่ค่อยมารับนะครับยังไง12 ปีเป็นอายุที่เหมาะสมในการเล่นแท็บเล็ตครับและช่วงที่เขายังเล็กอยู่ผมอยากให้เขาได้ใช้ชีวิตอยู่กับพี่ได้รู้จักความอบอุ่นความรักก่อนที่เขา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หุ่นยนต์รอหน่อยครับ Advice มีแต่คำแนะนำที่ดีให้คุณเห็นไหมตัวอักขรกูทำไม่ได้อีก可能现代嘅家长就系会你俾唔俾我买啊？咁即系就同你死过，同你死过真系。即系你唔买就同你死过。咁 其实嗰样嘢系个家长自己决定嘅啫。嗱，咁泰国嗰个情况有少少特别咧，就系因为佢个发展咧，经济发展冇香港咁成熟啦。即系其实唔系嘅，佢增长都好高嘅。但系因为佢个社会嗰、那个即系中产化嘅情况冇香港咁犀利嘅，即系对香港人讲买平板电脑一人一部，完全都系唔系问题嘅。对大部分家庭嚟讲，好多家庭咧，即系当然唔计嗰啲即系综援户啊等等嘅嘢啦。但系综援户都可能政府都有津贴俾佢哋买啦。咁但系即系当佢嗰个社会仲仍然，佢开始就思考啦，即系开始思考呢个问题，就系、是、到底即系。電腦科技或者呢啲對新一代嗰個影響，咁佢哋竟然可以喺啲廣告度就將嗰個社會現象即係作一個反省，咁我就覺得呢一個係都幾得意嘅，而佢係拍得好有趣嘅，即係佢本身因為泰國其實而家泰國喺個影像個發展上面咧都同韓國差唔多㗎啦，即係其實可以媲美韓國，都係另外一個嘅製作嘅即係中心嚟㗎啦。咁呢一個其实佢提出一啲嘅思考咧，我觉得系值得我哋香港人即系去重新去反思。你唔好当得嗰个系一个必须。第一就系、是、到底网络呢一样嘢，即系当然，当你唔俾佢做嘅时候咧，你自己咧，尤其实对大部分家长嚟讲，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自己都可能要做少啲，或者至少咧喺同细路仔一齐嘅时候，你唔好做咁多。因为如果佢见到你做，佢都系想做啊，或者佢根本就好似我仔，佢 B B 嘅时候，我记得好 B B 嘅，即系岁零两岁、两岁零三岁，我唔记得咗几多岁啊。总之咧，去到边度咧，就首先系攞咗我手机，佢就攞咗我手机，佢自己冇手机，因为佢攞咗我手机。第二咧，佢就攞埋我银包，因为我发觉咧，原来我去亲街一定会带呢两样嘢嘅。咁咧，佢为咗令到你唔会唔见咗佢咧。咁佢嘅安全感攞咗你嘅安全感，就系攞咗你嘅手机，攞咗你银包，跟住你一定会唔会唔见佢？因为你都要搵个手机同埋搵银包。咁佢真系好聪明咯，一睇到佢知道你做紧乜噶嘛，你日日都做嗰样嘢，咁、那个问题就系你肯唔肯牺牲自己去成就佢哋咯，去为佢哋咯。咁呢个都系对现代家长一个挑战咯。咁另外一个挑战就系、是，呢度我用咗个樽 f 喺度啊，摆咗喺度啦。咁我一次行超级市场。咁咧我就其实我日日都去嘅，但系有时我都系唔会特别去
关心啲咩嘢。但系咧，我有一次行超市，咁我就发觉点解超级市场咧咁多条街都系卖零食嘅咧？即系嗰个系大好大好大嘅超级市场嚟嘅，即系嗰啲中型啦，中型嘅超级市场啦。咁我周围全部见晒咧，都系一啲韩国零食、日本零食、欧美嗰啲咁样薯片、虾条、即系各式各样啦，即系林林种种嘅零食。咁我就话零食系咪紧要过主食咧？而家其实可能真系嘅，即系喺而家我哋嘅现代生活嘅方式底下，但系零食系咪健康嘅咧？即系如果你话你从健康嘅角度去考虑，咁我哋系咪应该大量买俾零食啲细路仔，而唔系俾主食佢食咧？即系佢如果佢话我唔食饭，即系其实可能好多家庭都唔食饭噶啦，已经。我完全正餐，我完全唔食，我净系食零食，得唔得咧？即系你做家长，你会唔会俾佢咁做咧？咁你点样去控制你屋企嘅饭台咧，同埋饮食咧？系咪由细到大你都已经系喂紧佢薯片？或者系汉堡包、汽水、即系啲有糖饮品，而冇考虑到佢嘅健康咧咁样。嗱，咁其实呢啲其实好多都系家长第一要谂，就系谂自己嗰个，首先就系你自己嘅习惯，或者系你自己点样睇呢啲嘢先，即系点样睇嗰个小朋友到底即系一个健康饮食啦。譬如喺超级市场里面，系啊，佢林林种种好多嘢摆晒出嚟。个问题就系你买唔买咯，或者你点样去选择咯？一个选择到最后都系你自己啫嘛。咁好啦，咁而家网络上面系真系好方便啊。但系你谂下，如果对一个幼儿，即系讲紧两三岁，三四岁或者学前或者即系幼稚园嘅阶段嘅小朋友，佢最需要乜嘢？佢需要嘅系咪手机？系咪即系电脑游戏？定可能其他嘢？咁我觉得。如果你喺嗰个阶段，你系介入嘅话咧，咁会影响系好唔同，即系对个即系小朋友嘅成长系已经系好唔同。咁所以咧而家系有即系西方而家有一个嘅关心咧，就系话原来咧越有钱嘅家庭，或者系越知识分子越即系嗰啲即系越有教养嘅家庭咧，其实系越系唔俾小朋友拥有佢嘅电脑同埋手机。即系延迟嗰个时间，咁咧系到佢哋再大少少嘅时候，但后即系佢当佢年细个嘅时候咧，就唔好俾嗰啲去成为佢哋嘅奶樽，因为如果你俾网络世界所有嗰啲完全硬保护，即系头先讲个冇办法保护嘅资讯，冇筛选嘅资讯，系咁攻入佢哋嘅弱小心灵嘅时候，咁到时你想去改翻佢哋就好难。嗱，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值得去关心啦。咁如果话咧，佢哋即系可能佢有啲同学啦，咁佢同学又有喎，佢又冇喎，咁我又问翻家长，点解佢哋可以玩我冇嘅？啊，但明明屋企都有喎，咁又唔俾佢玩嘅，咁应该点样去做咧？即系点样同佢讲呢样嘢咧？有时系学校要佢哋有嘅。嗯。咁学校我唔记得，我就系记得咧，其实呢一方面其实家长可以要求学校嗰度有啲嘅配合嘅，因为我记得咧有一年，不过呢个讲得唔知系几多年前啦，咁就学校系要求啲学生系统一带同一个款式嘅电话，而嗰个电话咧系冇咁多智能游戏嗯。嘅，咁佢哋咧，但系即系当然你有你对策，佢有佢对策啦，即系学校。就话一定要佢带某一个款式嘅电话啦，咁嗰个电话咧就都可以下载某一啲程式嘅，但系咧佢就个 capacity 咧就唔可以即系下载好多嘅，就变咗佢哋唔会话沉迷啦。咁个学校希望家长都系配合嘅，就用同一只款式、同一牌子咁样。咁但系咧到学生嘅层面咧，学生就唔紧要啦，我咪叫阿妈买第二部俾我咯，即系有两部咯，一部就我嚟打机嘅，另一部咧就系。俾学校作一个乜嘢嘅，即系俾学校作交差嘅咁样。咁同埋我见过有啲中学咧，即系而家我唔知有冇咁做啦。就佢哋每翻学咧，就要佢放低部手机喺学校，俾个箱佢嘅，即系每个班都系有个箱，就装起部手机，就要放学先攞得。就至少喺学校期间，佢唔可以玩。我读中学嘅时候都系咁，即系你可以有带冇电话。用咧？你觉得？嗱，要收埋嘅，始终都会收埋咯。
即系你话因为佢会记录咧，每个人即系个老师会知，即系班长咧会知道边个一定会有电话嘅，但系系，佢咧嗰日冇带喎，咁样样，咁你都好似奈佢唔何嘅喎，即系系啊，系个吓，如果收咗啦，跟住其实佢即系上紧自己堂，不系啊，系咯，佢都会带佢收咗嗰啲放学俾翻你咁样，我觉得系几好嘅，但系即系好难监管晒所有人咯，只能系够。啊，同埋如果佢有特殊需要，佢可以去问老师话解翻锁，等佢可以用，即系可以，即系譬如。佢有急事或者唔舒服，咁我想攞翻个电话打俾屋企人，咁样咁都会俾佢嘅，即系唔会话唔俾嘅。咁但系即系有多啲动作咯，就希望佢哋可以唔好咁依赖，即系或者系唔用都冇问题，或者当佢喺某一个即系学校嘅环境，咁就即系你如果大家同辈都系咁样嘅时候，佢咪冇得投诉咯。即系就，但系当然你话如果话啊人哋有我冇，咁点解会咁样咁样？咁个家长亦都唔会话完全唔俾佢嘅，但系问题你都有个协议咯，同个小朋友就系、是、即系个使用量啊，可唔可以即系譬如做完功课先可以用几多分钟咁，或者系食饭前嗱，我哋食饭嘅时候大家一齐就唔可以用啦，即系唔可以打机啦，即系就食完饭先至玩啦，得唔得咁样？咁其实如果你其实呢啲系佢由细要俾佢知道嗰个规矩咯，即系屋企。食饭就即系都系食不言寝不语，或者系即系唔好分心，就专注做好嗰样嘢咁样。咁如果都系有一种咁嘅习惯，咁佢都会学到嗰种习惯嘅咁咯。咁即系唔系话由个细路仔去决定个大人点样做噶嘛？应该都系个大人决定个细路仔点做。咁但系当佢迟早都会学到一种系强化自我嘅呢样嘢，唔会好困难去学到嘅啫。但系只不过你要俾佢，即系俾佢去意識到就係屋企都有個要求，同埋父母其實係關心或者父母都係着意一啲要教佢一啲嘢咯，咁要佢知道咯嚇。咁另外一個俾你睇，我先等陣再講翻嗰啲原則啦。咁另外一張個 video 啦，咁呢個 video 都係嗱你見到 exactly 又係我哋一路關心緊嘅嘢，就係、是、食飯打機。咁 咧就就係一個小朋友，即係同佢阿媽嘅互動。咁呢一個咧，都係好，我覺得都係好有啟發性嘅，即係同頭先嗰個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咧就嗱，如果頭先嗰個係消極就係你唔好俾佢咁早接觸，但係呢個咧就積極嘅，都係積極嘅。咁我可以睇咗先啦嚇。停靠！哎，停靠！รู้แล้วรู้แล้วรู้อะไรฮะแม่รู้เรื่องบล็อกเชนไหมอะไรละครตาม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อะบล็อกเชนคือ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เก็บข้อมูลแบบหนึ่งของระบบที่ไม่มีศูนย์กลางส่วนควอนตัม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เป็น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ที่ใช้อะตอมแทนการคำนวณทรานซิสเตอร์แบบเดิม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ปกติใช้เวลาในการถอดรหัสถึง1,000ปีแต่ควอนตัม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ใช้เวลาแค่3นาทีซึ่งเร็วกว่า100,000,000เท่าแล้ว IoT อะดิจิตอลทวินอัลกอริทึมไม่รู้ฉันรู้แค่ว่าฉันต้องทำงานหาเงินซื้อข้าวรู้ก็ว่าแกแพ้นมรู้แค่ว่าตอน2 เดือนแกเป็นลมชักรู้แค่ว่าเวลาฟ้าร้องตัวก็จะเกร็งแค่จะหายใจไม่ออกฉันรู้แค่ว่าฉันต้องทำงานให้หนักหาเงินให้ได้เยอะๆลูกฉันจะต้องได้เรียนสูงๆ
ฉันรู้แค่นี้กินข้าวได้ยังก้างมันเยอะแม่嗱，咁我哋最重要，我哋嗰个我唔系想即系推销啲咩嘢啦。咁但系呢个古仔系好好啊，佢用即系虽然系一个卖一个人寿广告咁，咁但系佢就系讲紧一个用爱嚟呵护生命。咁虽然嗰个生命咧系一个即系个小朋友，即系到其实讲紧系唔同阶段嘅小朋友啦，即系喺个网络嘅世界。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就佢哋。已经是进化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觉得我懂的东西多过你很多，所以你们懂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苦吓那个妈妈，就说你懂这些，懂不懂这些，懂不懂这些，这样。当然我妈妈都不懂，即比我都不懂，问你懂不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但他就懂很多很多很多，跟着 as if 就是他，我懂这些我就有特权，或者你即是你成日喺度怪我打机，其实我唔喺度打机，而我学好多新嘅嘢咧，系你唔知嘅。咁你唔好阻住我，即系进步啦，或者唔好阻住我向前行啦，咁样。咁你同嗰个妈讲啦，咁嗰个妈就用佢嘅方法嚟去感化咗呢个小朋友啦。咁即系食饭系紧要嘅，我都关心你的健康嘅，同埋我系其实你有今日都系因为我，即系要俾佢记得翻，就系你一路。拥有的东西其实就是家人一直 无条件地去支持你和去呵护着你。关系很重要。即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到他们的年轻的年代，即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在一个网络世界他真的懂很多东西，而他们很厉害的，真的。即是有时候家里那些怎样装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科技什么的东西呢，你找他们呢就很快就跟你搞定了。即是你自己可能搞很久，不是说做不到，即是你要看说明书跟着什么，他们就是天生就可以做到那样东西。咁而佢有佢嘅长处，当然做家长当然唔系想去阻佢嘅发展，而系要都要去知道就系佢哋唔应该因为呢样废寝忘餐。另外就系都知道屋企嘅关心，而呢啲关心咧唔系话系要烦佢或者系令到佢唔耐烦，而等佢都成日都记住就系屋企人系真心，即系真系嘅爱佢，即系呢个用爱嚟去感化或者用爱嚟呵护佢咁样。嗱，咁呢度咧就家長啦，就係、是、其實兩個都係其實兩樣嘅方法嘅啫，即係簡單，就係、是、一個消極一個積極啦。咁消極咧就係、是、一個減法啦，所謂減法意思就係你俾佢減少接觸啦，同埋好似你都有保護，因為咧即係如果你佢一出世，你已經抌落去一個嚴寒嘅地方，佢當然冇辦法去生存嘅。即係其實網絡嘅世界都係一個好殘酷嘅世界嚟，因為佢係即係。择肥而细噶嘛，即系你一知道你啊，你原来你好中意睇某个明星嘅喎、哦，咁于是不停系 fit 嗰个明星嘅嘢俾你，或者啊你好关心美容嘅嘢喎，咁样咁你不停就收到好多类似咁嘅广告，即系个网络世界就系咁样嘅，即系一见到你伸个头出嚟想做某啲嘅嘢，佢就不停喺度去即系央住你咁样，咁所以对小朋友嚟讲，有可能即系佢哋系。即是没办法去分辨和没办法 去处理一个这样 的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用个温室保护住他，即是等他迟些才去接触那样的。所以这个减法的意思就是延迟啦，或者不给啦，甚至是用一些即是用一些方法呢来去阻碍他去接收啦。那譬如以往呢就是有些互联网公司都会提供一些 filter 的服务啦，即是某些网站他一定接触不到的，即是可能色情啊、暴力啊等等嘅網站，佢係會接觸唔到嘅咁樣。咁甚至有啲廣告可以 block 啦，咁即係呢一類都係即係可以做啦。咁積極咧就係加法啦，加法就係增強免疫力啦。其實而家現代世界就係咁啦。咁你好似飲食一樣啫嘛。你如果個免疫系統係好嘅話咧，咁你其實你如果你長期俾佢食一啲冇營養，然之後又鹹嘅嘢，又添加劑等等嘅嘢，係影響緊佢個免疫系統噶嘛。
咁你如果要个小朋友个身体好，你一定系要运动啦，另外就系即系饮食度要有节制啦，佢嘅生活习惯起居等等啦。咁对于网络世界一样咧，佢系精神污染嚟嘅。咁佢点样加强佢嘅免疫力咧？其实就喺个道德上边，就系、是、情绪抗疫力上面嘅一个训练啦。咁呢度有啲图片啦，个图片就系、是、譬如屋企会陪佢一齐睇咧，或者陪一齐玩咧，打即系游戏机咁样。咁其实佢系需要佢去玩游戏。就係因為佢都覺得好玩嘅，咁但係如果屋企人陪埋，咁仲可以有一種嘅情感嘅交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其實做父母一定都係有一定程度嘅犧牲咯，即係願意犧牲幾多，即係大家願意。咁呢個就係父或者母或者即係家長之間，即係都要有個協議咯，就係、是、盡量都要抽時間俾小朋友咯。即係時間有啲嘢係冇辦法取代，即係喺佢有需要嘅時候，你陪咗佢，同將來佢長大你先再陪咧，係冇意思嘅，因為过咗就过咗噶啦，即系嗰个阶段。咁所以你睇见到去到中学或者初中已经系背叛父母，或者觉得父母追唔上时代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大家个根基系好嘅，因为个妈都系揽住个仔，即系细个嘅时候佢点样帮我凑过佢，咁到最后个仔都仍然都系知道自己系唔啱嘅。咁所以嗰种呢一种都系你唔系情绪勒索佢，而喺个情绪上面系令到大家个关系更加紧密。即使佢系有佢嘅发展，但系佢都知道个妈。仍然喺嗰度嘅，即系都系关心嘅。好啦，咁我总结之前咧，咁睇下阿 Joseph 有冇一啲嘅意见分享翻，即系到底点做呢一部分，或者系有冇问题？当然唔会，即系我唔系专家啦，即系纯粹可能有啲其实我经，都唔系专家，我都系攞啲经验，同埋即系我自己睇翻啲资料嘅时候，都会有啲嘅反应系咁样样咯。即系我嘅经验就系、是、咧，因为其实呢个题目咧，我就即系上即系之前睇基道嘅时候咧，就睇到呢本书，即系睇完本书个题目好吸引、哦，即系性同暴力嘅传播学咁样。咁咧，即係以前我讀書都有即係讀過下類似嘅嘢啦，咁我就即係覺得其實依家嘅即係呢個時代咧，我覺得好需要嘅係咧，即係更加係即係比較更加重要嘅係唔係講緊佢哋即係當然啦，限制佢哋玩或者係接觸嘅，我覺得係一件好事。但係我覺得即係可能當佢哋要去接觸嘅時候咧。又好難，即係嗰個難監管嗰個位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好需要即係花心機嘅地方，因為始終咧依家係你基本上你睇乜嘢啦，你無論睇直播又好，睇一啲人打機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嗰啲嘢咧就會好容易就變成性同埋暴力嘅，即係你可能直播打機嘅，咁你係一個女嘅直播主，然後咧你又會即係展示下自己嘅即係性感啊咁樣樣，打機嘅時候又係一啲即係暴力會即係嗰啲嘢就會即係好玩啲啊咁樣樣咯，即係我相信佢哋有佢即係嗰啲遊戲有佢哋嘅吸引力嘅，咁但係我哋可以點樣去即係去盡我哋最大嘅能力啊，即係去即係教導啊，或者係讓佢哋明白到其實佢哋被逼去睇到嘅嗰啲嘢，即係唔係一啲值得學習嘅事情咧，咁樣，即係嗱，我哋。我自己觉得咧，嗰、那个做父母咧，其实即系而家点解咁多人话唔想生小朋友咧？其中一样嘢，佢觉得教系好难。咁我同意嘅，教唔容易嘅，因为教咧，即系，但系咧，我哋唔好有个错觉，以为我哋讲嗰啲嘢，佢哋听晒就等于你教咗佢。因为其实教系有两套 curriculum 嘅，好多时候一套 curriculum 咧就系你讲嘅嘢。即系你讲啲咩？譬如你话，即系读书要专心，或者做功课要专心，你唔好一路打机，一路做功课咁。咁但系可能咧，你个仔咧同一时间咧见到你咧，就一路喺度翻工做紧公司嘅嘢嘅时候咧，又一路咧就上紧 IG 同啲人喺度放闪紧，或者系喺度答紧啲人嗰啲嘢。咁佢可能咧就会睇到，哦，你都系你讲一套做一套嘅，咁佢就学到。另外一套 curriculum 嘛，就唔系学到你口讲嗰套 curriculum。咁所以咧，其实教一个小朋友咧，其实最重要，其实你用系生命影响生命，
就系头先我用生命去呵护，即系用爱去呵护生命咁啊。其实咧就系你嘅生命系一路影响紧佢，而你点样做人，你自己嘅人生系一个你要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咁佢其实系喺你身上去学嘅啫嘛。你唔可能就系要求啊你做嗰样嘢，但系即系如果个父母自己唔做嘅，即系譬如个父母。即系嗱，譬如我自己觉得最典型例子，我就成日做犯错噶呢样嘢，就系我好中意唔跟红绿灯过马路，即系我有时会赶时间啦，咁见到冇车咪行咯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自己系咁做咧，你仔女可能都会跟你咁样做，但系你可能就会闹佢噶咯，你就话好危险啊，你一定要跟红绿灯，你要停喺度咁样。咁你估得唔得啊？即系你自己一方面你自己唔做嗰样嘢，跟住你就叫个仔女做。咁佢梗系唔会睬你啦，咁你都行得，点解我唔行得啊？即系佢嘅理由就系咁样样咯。咁所以咧，有啲时候如果你话你希望教好佢咧，我自己觉得首先你自己都系一个对一啲事情系有要求啦，同埋会系一个反省啊。嗱，我讲一个古仔啦，那个古仔咧其实系一套戏嚟嘅，系一个电影嚟，唔系电影电视剧嚟嘅。咁咧嗰个电视剧个名咧就系台湾拍嘅，个名就叫做《末你的最后一天》。咁呢个古仔系讲咩嘢嘅咧？佢咧就系讲咧，有个品学兼优嘅女仔，就咧就有个妹嘅，佢有两姊妹，然之后个屋企系好，家庭系小康啦，即系或者中上啦，即系屋企至少系屋企唔细嘅。咁我父母对佢好多期望嘅，然之后呢个女好读得书嘅，就攞到奖嘅，然之后佢做晒阿妈要求佢做所有嘅嘢。咁点知有一日咧，佢就系、是。在个屋企人面前咧就跳楼自杀死咗，咁于是咧就对个屋企嘅打击好大，特别无论佢阿妹啦，或者佢阿妈啦，佢阿爸啦，大家都唔明点解今朝仲好地地，但系点解下昼佢就离开呢个世界咧咁样？咁于是嗰个妈咧就好不，即系好不思其解，不得其解啦，即系佢要揾出个原因，点解呢个女平时咁听话，但系点解佢会到突然之间要做一个咁冲动嘅决定咧？咁样，咁佢就走去揾嗰个女补习老师啦。原来个女一路都有做一啲嘅心理辅导，佢唔知道，即系佢当同佢老师即系相即系倾偈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啊呢、這个女系有一路有见心理辅导。咁佢就要见个辅导员啦。但系辅导员咧就当然因为要守秘密啦，就唔肯讲俾佢听佢个女发生咩事。咁原来个女其实一路都有啲嘅抑郁症啦，而系佢冇留意到嘅。咁再加埋咧，即系其实佢后来咧，即系套戏当然套戏好神奇嘅。佢就话当时嘅科技即系台湾就可以揾到一啲嘅方法。当然你揾到佢一啲嘅遗物，系有佢一啲嘅纤维或者有佢一啲嘅即系数据咧，有啲嘅佢个人嘅，即系总之系 biographical 嘅嘢啦。咁咧，你就可以去读到佢嘅思考咁样啦，类似啲咁嘅嘢。咁佢最后系要用一啲比较非道德嘅方法啦，就系佢攞咗佢嘅脑电波嚟到去阅读佢嘅脑电波，就是、个妈去进入个女嘅思想。咁跟住咧就一路观察个女承受嘅压力同埋佢嘅人生到底系点样。咁嗰、那个其实而家喺网上你可以揾到嗰、那个、那个故事，嗰、那个应该系几年前嘅故事啦。咁到最后咧，其实个妈去发现到咧，原来令到个女点解会跳？即系自杀咧，就一佢一路俾佢嘅压力，家庭、家人嘅期望、社会嘅期望，仲有好多佢自己对自己嘅期望嘅落差，跟住佢嘅朋友之间嘅关系等等，好多好多嘅佢嘅生活里边咧都系好唔开心嘅嘢。而呢啲唔开心嘅嘢，佢一路系压抑住，系冇同人讲，亦都屋企系完全唔知道。咁因为个妈觉得佢读得书咧，个妈就净系俾压力佢，但系就唔俾压力个妹。咁结果个妹当个妹个大嗰个走咗之后咧。咁、那个妈开始就向个细妹施压，咁后来咧、那个妈当佢了解到个情况之后咧，佢就知道原来唔应该咁样对啲小朋友。咁我觉得呢个故事最震撼嘅系咩位咧？就系、是、个妈到最后佢系有反省，就系佢即系佢有佢自己一套嘅谂法，而佢希望咁样系为个女嘅前途啦，或者系为将来。去打拼是最好的，他完全不明白就是为什么你在一个这么好的条件和这么好的状态底下，你可能将来入到最好的大学，或者你将来可以出人头地，而你去到这个未去到这个阶段，未达到这个阶段你就放弃呢？
佢完全唔明呢样嘢。咁但系当佢进入个女嘅思想嘅时候，佢就开始明白，原来佢心目中觉得最好为个女最好嘅嘢，系个女心目中唔系完全唔系嗰回事。佢系经验紧另外一个嘅人生。咁所以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呢个古仔嗰个教导就系咧，我做家长咧要做一个有反省嘅家长，即系有能力去思考。而个思考唔系净系自己从自己嘅角度，而系可以从唔同嘅角度，或者系对一啲事件嘅判断，嗰样嘢系好定系坏，或者你做咗呢样嘢之后，其实对个小朋友有啲咩影响咧？咁样，咁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家长都系一个成长嘅一个经验嚟嘅，即系唔系话净系自己已经有嗰样嘢就系、是。停留在那里，因为很多时候仔女呢都是我们一面镜来的，还有他们 most likely 呢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怎么可以跟一个完全跟你自己完全性格啦，或者他的长处啦，都跟你不同的人，你怎么去帮他去成长呢？即是我们可能自己懂得帮自己成长，因为你可能打拼过经历过很多东西，但是你是在某些条件底下的，或者你可能你记忆力很好，譬如我自己譬如我个女咧系有少少注意力或者集中精神咧系唔系咁理想嘅，咁我从来冇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佢系真系有呢个问题，咁我点样去可以系了解佢或者明白佢，然之后喺佢呢啲嘅挣扎底下去帮佢去突破自己嘅困难咧咁样，咁你唔可以净系话啊你懒啊你心散啊你乜嘢，你当然可以咁样指责佢啦，但系你咁样指责对佢系完全冇帮助咁。咁但系你系需要有多啲嘅了解，然之后咧，佢点解会可能佢点解会中意打机？就可能佢真系有咁嘅问题咯，或者佢点解佢就系游戏佢会感到兴奋，或者先可以集中精神。但系咧一去到书本佢就唔点咧咁。咁后来我又发现原来啊个女都有啲特色嘅，就系佢好中意听人讲嘢嘅，即系佢中意听人讲嘢，佢学嘢可能中意用耳仔嚟听嘅，佢唔系用眼嚟睇嘅。咁你就要去明佢嗰个需要啦，就系、是、啊原来佢。咁你变咗你可能对一啲嘅知识咧，你系可以帮佢睇咗之后消化咗，然之后你就讲翻俾佢听，咁佢就容易记咯、哦，咁佢就可以掌握到嗰个课程咯、哦。咁其实嗰个系咪需要一啲超越自己嘅观察同埋个能力咯？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做家长，有时我哋系有啲盲点啊，就系睇唔到其实原来自己学嘢里边啊，我哋有啲嘅特质，其实个细路未必一定有。咁我哋唔可以假设就係我哋有嘅嘢佢一定有，咁而我哋点样可以去睇超越自己嘅限制，而去睇到佢哋嘅优点缺点，然之后从而去帮佢哋去成长咁。咁嗰个系最难。咁另外就係头先讲嗰个，即係其实另外一个道德训练嗰意思呢，其实道德系啲咩嘢呢？道德呢就係、是、即係一啲事嘅好同埋坏，啱定系唔啱囉，即係有啲嘢真系错㗎嘛，即係譬如抄袭，即系譬如抄袭呢样嘢系真系错嘅，因为你系盗用紧人哋嘅心血同埋人嘅努力啦。咁譬如头先讲，你有时候啲你觉得，咁你网上嘅嘢都系一啲公开嘅嘢啦，咁公开咪等于个个都可以攞嚟用咧咁样。咁但系公开嘢唔等于你可以个个都攞嚟用噶。试我即系收过一份功课咧。那个学生就除了换了个作者的名字之外呢，其他所有由第一句去到最后那句呢，甚至啲 reference 呢全部都抄返嚟，是抄另外一个作者。咁点解会被发现呢？即当时是讲緊十几廿年前啦，当时嗰啲咁样嘅过滤软件，或者是即呢啲即去分辨系咪抄袭嘅软件呢，系未系咁成熟嘅。咁抄袭呢就系、是、因为我哋睇过嗰啲嗰啲嘅文章，咁所以就諗下啊，呢个学生冇理由寫嘅文章，即係当然佢有咁嘅可能性，但个可能性比较低嘅，因为佢个呢个学生即係当係一个啱啱大学毕业嘅学生，但佢寫嘅文章即係好似一啲native， 即係嗰啲原居民，即係英语嘅原居民寫嘅嘢嘅 fluency， 即係唔似一啲亚裔或者係你当係 second language 去寫，即係你一睇你睇到个分别㗎嘛，因为有时候佢哋寫嗰啲句式啊，同埋嗰个用词嘅方法啊，或者用字嘅深度啊，嗰啲咁样。咁于是就去纯粹打一句落去电脑度抄，电脑嗰度啦。咁一弹就弹到嗰篇文章出嚟，而嗰篇文章咧就你就揾到个原作者系咩嘢。咁所以咧，你呢啲其实一个道德训练意思咧，就系你本身嗰样嘢系唔啱就系唔啱，你唔可以话啊个个都做，
就变咗啱咯。咁所以而家 ChatGPT 就出现一个咁嘅问题咯，即系大家不停喺度讨论，就系佢会令到所有嘢都可以读得快。就系、是、你如果叫机器人做咩都做到，咁嗰样嘢本身就唔系你做啦。咁如果唔系你做，咁点解你可以话嗰个学位你攞咧？咁样咁其实应该俾个电脑，即系个学位，即系颁俾个电脑，而唔系颁俾你。咁所以成日呢啲道德训练就系、是，即系我哋个即系个社会已经将好多嘅。事情呢，即是偷拍啊、偷窥啊，或者移花接木啊，即是将某个人的样子摆咗落去，即是美女的身材嗰度，咁而家将你个样子即变成一个，甚至偷人哋嘅声音，即系而家搞咗好多骗案都系咁样。我而家即系听埋觉得都系好恐惧嘅，即系成件事就是、原来而家啲电脑已经可以合成，即系将人嘅声音嚟合成，即系总之有足够嘅数据。佢可以模仿你把聲，然之後就再作一條聲帶。咁如果咁都好恐怖嘅喎，即係譬如我仔嗰把聲，如果俾人偷盜用咗，跟住佢嘅電話又俾人盜用咗，咁跟住就攞咗佢條聲嚟，即係打電話俾我，話俾我聽，喂，我俾人綁架，阿媽你俾幾百萬嚟贖我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可以發生嘅喎呢件事，而嗰樣嘢亦都可以電腦係可以真係做到。咁嗰個世界就係一個。好失控失序的一个世界咯，咁所以呢个道德训练系好紧要嘅，就系、是、因为你俾新嘅一代咧，系真系要知道有啲系真系啱，有啲咩唔啱，然之后要去有嗰个能力去判别，就系、是、永远都要怀住一个即系抱住怀疑嘅眼光咯。即系如果你收到啲咁嘅电话，或者系收到咁嘅短信，收到类似咁嘅资料，你要有个能力去判断到底呢样嘢系真定系假，或者应该做定系唔应该做等等嘅嘢。总结咧就系、是。这个网络的年代呢，同埋面对佢嗰个巨大影响力呢，家长唔能够被动啦，即係你即係作为一个家长呢，即係你唔可以将所有嘢拱手相让俾嗰个商业社会同埋嗰个网络嘅世界，因为佢唔会保护你。佢係会反正话集肥而逝啦，即係佢只係想利用你，或者係成日想攞你嘅好处，即係攞你嘅消费，攞你嘅数据嚟去作其他嘅用途。咁就要反手为攻咯，因为如果你放弃自己对仔女嘅教养同埋影响佢哋咧，咁商业社会或者系个网络世界乐于将佢哋俘虏咯。咁同埋应该对青少年有适当嘅约束嘅，因为其实我哋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因为大家生得少咧，啲细路变得好矜贵，但系因为佢哋咁矜贵咧，好多时候你唔敢去教佢，或者唔敢去约束佢，咁呢个咧就好弊嘅，因为调翻转佢就会约束你噶啦。如果你唔约束佢就约束你。咁所以咧就要同佢定立界线，同埋要佢哋翁翻佢自己嘅责任，即系佢要自己负担翻一啲嘅责任。即系譬如，如果譬如佢要求你买个手提电脑或者买个平板电脑，譬如好似头先嗰个话十二岁啦，咁你可能十二岁就中学啦，开始到中学先俾佢啦。咁或者可能中学再之前少少啦，可能小五小六佢可能已经要噶啦，即系十岁之后佢屋见到其他人有，佢可能都想要。咁但係你要同佢讲返就係、是、哦你可以即係如果我买俾你，但係呢你就要譬如你考试要几分以上我就买俾你啦，或者定立界线啦，你真係有拥有嗰样嘢之后，你每日只能够就係做完晒功课先可以玩两个钟，但係有規定嘅一点上床，即係呢一类。咁喺佢能够仲听你点，即係有啲阶段佢係会接受嘅，十岁之前应该都会接受嘅，即係十一二岁之后就唔知道。但是那时他可能会背叛一点，但是至少你之前你可以控制得几耐得几耐。那你其实你父母在早年即是他的幼年期或者是他的即是初小的时候，你都可以仍然可以约束他的时候，即是等他有个习惯。其实道德感是一个要培养和要建立。如果他小个可以接受约束，他大个都容易接受约束的。但如果他很小个已经失控呢，你就大个更加难去即系同佢，即系要佢达成一啲协议，或者佢想同你 compromise， 就系开放态度啦，同佢多啲同佢沟通啦、讨论啦。其实即系我哋即系虽然系成年人啦，咁我哋都系好多嘢，我哋可能冇佢学得咁快，冇学得，咁我哋听佢讲啦，知道下佢哋关心紧啲咩嘢啦，或者而家佢哋嘅世界面对紧啲咩嘢啦。有啲时候系我哋无知嘅，我哋唔知可能个世界已经变得好坏好坏，系我哋。要了解多少少，然之后你可以支援佢哋嘅，即系当你同佢沟通或者同佢讨论嘅时候，你可以了解呢个世界多啲，
同埋留意下佢哋嘅阅读兴趣啦，佢哋嘅其他嘅兴趣。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好多时候点解佢哋沉迷一样嘢咧，就系佢哋搵唔到其他好做啲嘅嘢。咁譬如我个仔咧，好笑嘅，佢中二之前咧，不停喺度打机。咁佢打机咧，打到咧上面好多朋友啦，当然系。咁即系一放一做完功课就打噶啦，佢。其实佢可能唔知有冇做功课添，我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有冇做功课。咁但系后来咧，佢就参加咗童军，咁就咧好多嘢玩啊童军。咁佢于是咧，当佢个游戏咧要升级嘅时候咧，要 update 新嘅 version 啊，佢就故意唔去 update。佢话咧，我觉得出边嘅嘢好玩啲，好玩过网上嘅嘢，我觉得玩真人好啲咁样。咁于是佢就参与咗好多，即系由佢嘅高中咧，即系由初中去到高中，就玩咗好多童军同好多即系出去露营啊、行山啊，即系。考章啊，即系然之后到整到成手都系章啊，跟住又参做领袖啊嗰啲咁啦。咁咧佢就好开心，即系佢觉得真人好玩啲啦。佢话喺即系当然你网上都有，佢结果就对网上佢唔系话完全冇兴趣啊，连我班 friend 都冇 keep 到。到后来咁即系以前就系因为个网上嘅 friend 就令到佢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啊，但系后尾佢去搵到个新嘅团体，令到佢再多啲归属感，咁佢就觉得嗰样嘢可以唔需要咯。咁结果佢就放弃埋即系打机嗰样嘢。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佢揾到人生嘅目標咧，或者佢揾到佢自己成長，覺得令到佢有滿足感嘅嘢咧，佢未必一定要揀打機。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多時候我哋冇刻意幫佢哋揾，或者我哋冇留意到佢有呢啲嘅需要，甚至我哋自己都冇。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唔一定係閱讀嘅，即係可以有其他嘅嘢，即係佢嘅一啲比較積極啲嘅，譬如侍奉啦，或者係義工啦。或者系佢发展自己某一啲嘅喜好啦，例如头先我讲过，有啲人中意观鸟啊、种花啊、烹饪厨艺啊、缝纫啊，即系其实有好多即系可以做到嘅嘢咧，其实都会令到佢带嚟满足感嘅，就唔好净系喺个网络世界里搵满足感咯，而喺真实世界，即系真系真实嘅人生嗰度多啲体验咯，即系去帮佢哋，咁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好多谢梁博士今日为我哋有精彩嘅即系分享啦吓，咁其实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即系咧都希望大家啦喺都认识到啦，我哋依家喺即系好多唔同青少年啦、儿童啊，喺一个即系网络原住民嘅状态底下咧，即系面对呢个网络嘅洪流咧，我哋都能够咧即系。教导到即系自己子女啊，点样去成长啦吓，都唔好让佢哋咧，即系净系让佢哋玩就吸收网络嘅嘢，而唔系咧听我即系我哋家长可能即系对子女嘅教导咁样样。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啦，好多谢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拜拜。